点好奇你们谁是攻谁是受了。吃饭了，再一下。我想你的时候，世界停止转动，剩回忆在心中不断。是否也有你捎来的问候？我想你的时候，全宇宙都沉默。那思念喧闹着不肯放手，说完再见以后，才明白再也不见的温柔。你再一下我就亲你一下，你继续忙没关系。你是故意的是不是？谁让你不听话？跟我去。知道。我刚刚看到什么吗？嗯。我刚刚看到谦哥跟小远在。早就知道了，好不好？你怎么？什么事？你怎么知道？啊？你怎么知道？不是，哥，你们也有看到吧？跟你们说，上一次开会的时候，谦哥就这样把他手这样搭在小远身上，然后小远就这样搭回去，然后他还捏了一下。太夸张了！哎，小平常他平常对我那么凶，现在跟他哥在那边浪漫，什么意思？姐，我怎样？羊肉火啊！哎，三哥，谁是羊，谁是虎啊？有差吗？什么意思？就是攻跟受的差别啊！攻受。好啦，姐姐教你们。所谓的攻呢，就是指老虎嘛。老虎看到羊会。然后看到什么？看到我，快点，你赶快讲嘛，快点。什麼看到谁？你敢？谦哥，什么羊？什么口啊？嗯？口。聚焦吗？哦。哎呦！哎呦！没事吧？没事吧？这个，不是说好？谦哥，那个没有啦，我是要跟你说，其实我们大家都很可以接受，都很 OK 的这样子。对，只是什么？只是哦，我们大家就是有点好奇，你们谁是攻谁是受了。